我们衣服上的花样已经全部学完了，接着我们就直接织这一款衣服的织法。一开始起针，我们衣服这边起针起128针，我们中间的花样是37公分，两边是7公分7公分，就是14公分。按照我们花样的10公分的密度来算的话是128针，那我用的是9号的棒针，我用的同样是弹性圆边起针。这种起针呢，一根棒针大概可以起20针。我们这边128针，我们就算线的长度，这边就开始算2 4 6 8 10 12，好，到这边半根棒针就128针。那我们稍微多留一根棒针，这样子的话可以用来缝合这两侧。好，短线放在大拇指上，长线放在食指上，然后我们棒针压下去，食指往前转，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食指往后，拇指往前，食指还原归位，转。接着第二步、第三步重复。好，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食指往后，拇指往前，食指还原归位，转，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食指往后，拇指往前，食指还原归位，转。好，再一遍，拇指往前，食指往后，拇指还原归位，转，食指往后，拇指往前，食指还原归位，转。我们就用这种扭转的方式起针，起128针。1 2 2 2 3 2 4 2 5 2 6 2 7 2 8。好，接着我们就开始织。我们第一行、第二行，这一面是正面的，正面跟背面要织两行，下针织，上针不织。第一针下针，我们织线绕到正面来，上针不织，挑过来，线直接拉到后面去，然后再下针织。好，上针不织，下针织，上针不织，下针织。好，上针不织，就用这种下针织、上针不织的方法织两行，就是现在织的这一行跟背面的两行织完，我们再来改针。我们这边是下针织、上针不织的第二行的最后几针，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了之后，到正面我们就来改针了。好，这边上针不织、下针织、上针不织、下针织。好，最后一针上针我们不织，然后到正面。好，到正面来，这边是第三行。第三行的话，我们这边开始就是上针下针都要织。好，这边第一针下针我们织，好，线绕到正面来，上针我们也要织。好，下针，然后上针，下针，上针。好，我们这边下针上针都要织。这一段螺纹总共要六行，它六行包括我们刚刚两行下针织、上针不织在内。我们把这边剩下来的四行织完，这样总共是六行。我们把六行螺纹织完，然后再来做衣服上花纹的分针法。我们这边的螺纹六行已经织完了，也就是这一小段织完了。接着我们就把衣服上的花样摆上去。那我们摆花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段中间的这一段花纹的那个针数不可以变，就是100针。如果你织的衣服比较小件的时候，记得针数的改变是改变在这花样一，也就是这边花样一的话是桂花针。衣服要大一点就增加几针，衣服要小一点就减少几针，这边就可以变动的。那我们一般分花的话，它前面我这一件的话前面要14针，我从这边开始分针就一，这一行等于是花纹就定位跟背面的哈，一二，因为我们这一边我们一开始就织两针下针，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缝合的时候，这边旁边缝合的时候才好缝。好，一二两针下针，然后三四五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好，这边十四，这就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就是我们花样一最边上的这个地方，我们就放一个小记号在这边。然后接着就是，它是花样 C 的七针右边的，我们线绕到正面来，一、二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三针下针，一、二、三，好，线绕回正面，两针上针。这边就是花样 C 的位置，就是这一个小段。好，我们放上一个记号。然后就是花样 D， 花样 D 的话就是先是六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好，线绕到背面，同样六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好，我们同样放一个记号，这就是花样 D。 接着花样 C， 花样 C 这边有七针，好，同样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三针下针，一、二、三，然后接着再两针上针。这边是右侧的，我们放成同一组好了。这一段我们放成同一组，好，线绕到背面，花样 B 六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好，线绕到正面。这边是花样 C 的左侧的，一、二，然后线绕到背面，三针下针，一、二。三，好，线绕回正面两针上针。我们这边同样放一个记号。接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边是中心点，中心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花样 A， 线放到正面一针上针，然后六针下针，线绕到背面，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四针上针，一、二、三、四，然后再六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然后再一针上针，然后放上记号，然后接着我们再来从这个地方往后面织。同样是花样 C 的，一、一、二，两针上针，线绕到背面，三针下针，一、二、二、三，线绕到正面，然后两针上针。好，接着花样 B 六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这边是花样 C 的左边，线绕到背面三针下针，一、二、三，线绕回正面两针上针，这边就是这一段的。好，我们同样放一个记号，然后接着又是花样 D 了，线绕到背面六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先绕回正面两针上针。好，接着线绕到背面，同样六针下针，一、二、三、四、五、六。好，同样放一个记号。好，线绕到正面两针上针，一、二，线绕到背面三针下针，一、二、三，然后再来两针上针。好，这边就是左侧的这个花样 C， 同样放一个记号。好，那我们这边线绕到背面，
同样我们这边支桂花针上针上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边的结尾的最后的是下针，我们就支跟这边一样，这样子的话两边就会一样子了。好，下针，这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八九十十一十二，好，十三，最后一针十四。好，我们花样的位置就定好了，然后接着就从背面开始，按照我们前面教的花样的织法一直织，织的长度呢到这边要三十公分长，也就是我的针数算的话是八十八哈。我们把这一段织完，再教大家怎么收腋下。我们背心的长度已经织到这里了，然后我们这一段的长度呢八十八行已经织完了。接下来大家要注意一点，我们这边的长度呢要以桂花针的行数来计算，然后这边的长度呢就要以我们正常这个花纹的像麻花这边的长度计算，因为这边的它的那个行数的密度是二十二行十公分长，这边是二十九行十公分长，因为我们这边桂花针呢它会往上往起缩，所以这边的行数要以桂花针来算，衣服织好的时候它才不会这样呈现一个弧形的感觉。织好的衣服这边要烫一烫，它那个两边的这个花纹才会行数才会一样。像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的行数，虽然我是用桂花针来计算，但是我们这边的行数呢会有一点往上缩的感觉，所以到时候我会把它烫平。我们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先开始来做腋下的收针。我们腋下收针一开始是二减七一次，这边织第一针，然后再织第二针，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套收第二针，再织套收第三针，再织套收第四针，好，再织套收第五针，然后再织套收第六针，再织套收第七针。好，然后这边我们就是桂花针的了，桂花针我们这边照织，把这一面的花纹整个织完了之后，到背面这边我们同样在做左侧的腋下的减针。好，我们把这一行正面的整个织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了，我们把左侧这边最后几针织掉，然后到背面，然后开始再做二减七，左边的二减七的套收，到背面我们同样做二减七的套收。好，我们织第一针，再织第二针，我们就用下针套收就好了，然后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二针，再织一针套收第三针，再织一针套收第四针，然后再织一针套收第五针，再织一针套收第六针，好，再织一针套收第七针。好，我们套收完毕之后，接着就是把背面这一行整个织完，然后到正面，到正面再来做右侧的腋下的二减三的套收。我们先把背面这边全部织完，我们这边是背面最后几针，我们把背面这边最后几针织掉了之后，再来做二减三的套收。好，这边下针上针，好，下针，好，到正面来，正面来，我们这边是右侧的二减三的减针。好，我们同样用下针的套收就行了，我们把第一针织掉，线绕到背面织第二针，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次，再织一针套收两次，再织一针套收三次。好，接着我们同样把正面这边整行，这一整行织完，到背面这边再做左侧的套收。
我们先把正面这一行织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腋下的最后几针了，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了之后，到背面，然后开始做左边腋下的2-3的套收。好，这边最后一针，然后到背面，到背面我们同样要做2-3的，我们同样用就用下针的套收就行了。好，织第一针，然后线绕到正面去，因为这一针是上针，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么做，它才会好看。好，然后再织第二针，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再套收两针，再织一针，套收三针。好，然后接着我们把背面的这一行织完，到正面我们再做2-2的套收。我们先把背面的这一整行先织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腋下的最后几针，我们把背面的最后几针织掉，然后到正面就来做2-2的减针。好，这边下针，我们织下针，正面就会是上针，记号拿过来。好，这边是桂花针，我们记号可以不用了。好，这边桂花针，下针，上针，下针，上针。好，然后到正面，到正面我们就开始2-2的套收。2-2的套收要套收两次。好，我们这边开始右侧的先套收，织第一针，我们就用下针套收，然后织第二针，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一针，再织一针，再套收两针。好，接下来我们正面的把它织完，有花纹的地方我们照样要织花纹。好，我们把正面的织完到背面，然后我们再来做左侧的2-2的减针。我们先把正面这一行织完，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腋下的最后几针，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然后到背面就开始做2-2的减针。好，我们这边织掉，这边都是下针，这边花样要把它织掉。好，这边上针，上针，我们记号也拿掉了，因为这边很少针不需要了。好，然后接着这边桂花针，下针，上针，下针。好，最后一针上针，我们可以看到这边2-7的一次，2-3的一次。好，我们就到背面来做2-2的，2-2的要做两次，我们这一次是第一次做掉，然后两次的做法都完全一样。好，织第一针，再织第二针，第一针套到第二针上面套收一次，再织一针，再套收。好，然后接着我们把背面的花纹织完，到正面再做第二次的套收。我们先把这边两次的2-2套收先套收完毕。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这边2-7的减掉一次，然后2-3的一次，2-2的两次，左右两边都一样，2-7的一次，2-3的一次，2-2的一次，两次。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2-1的减针。2-1的减针的话呢，我们就不使用套收的了，我们就直接先把边上的这一针织掉，然后我们线绕到背面，这边接着是两针并一针，我们这边就可以不用做花了，我们直接织下针，从这个地方两针一起织。好，那这边没办法做花的，我们就织下针就好了。同样左边，我们知道左边，我在做左边的2-1的减针给大家看，我们把这一行织到最后倒数第二针第三针，我们再做减针，我们先把它织过来这一边。我们这边已经织到左侧腋下的最后几针了，我们把这边最后几针织掉，然后到最后倒数第二针第三针，我们再来做减针。好，我们这边因为这边要减针，我们这边就不要去织花了，我们就织下针就好了。好，然后这边就挑一针，挑一针，左边的半针对穿，两针一起织，它就收掉一针了。好，最后一针织掉，然后接着我们把背面织完，到正面再做2-1的减针。这种2-1的减针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好，2-1要减三次，
三次织完之后我们要织四十行，但是我们要织的时候还要再加一行，这一行是断叉，也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二减一减完应该再织一行然后再做减针，但是因为如果再织一行的话会在背面做减针，那对新手来讲他在背面减针他会弄不清方向，所以我就把它改到前面来正面减针，但是在正面减针的时候就会一定会有一行断叉，所以我们二减一减三次这种就照这种方式减，把另外两次减完之后织四十一行，然后就到衣领这边就可以做衣领了，织完这一片之后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记得还要再织一个前片，前片的织法跟后片完全一样，它这一件衣服的特色就是正面的我们织好的正面的衣服可以穿到背面，那背面的呢也可以穿到正面，因为它两面正反两面完全都一样，所以织完这个后片之后再织一片前片，我们再来教大家怎么织这个衣领。好，我们把这边织完之后再织完一片前片到这里，就是两片完全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合并。